知足常乐，热血助人，相信这句话对捐血者来说是例行捐血的最好注解。而且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，不只协助病榻患者，更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免于破碎。为捐血助人行善，地方团体长寿狮子会、快乐发廊和美发产品业者合作举办捐血活动，善行义举，邀请大家参与。今年刚好是我们快乐第45周年，那也就可以一起，就是可以符合我们快乐的一个品牌形象，就是感动、公益还有专业这样子。非常开心，在快乐45周年的当天，跟快乐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品牌的专业、健康还有形象，一起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。双和店的建明经理，那邀请我们 MCG 来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。那我们 MCG 啊是扎根台湾的美发品牌。那赞助我们的产品啊，希望说可以鼓励民众踊跃的来参与捐血的活动。各位赞不赞？捐血不但助人，而且益己，能促进血液新陈代谢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加快血液流速，供氧量加大。而且捐血更代表自己身体健康，有能力帮助他人，是非常幸福的事。因为捐血公司一再提醒我们说，非常之缺血，所以说我们赶快的就来办理这次的捐血活动，然后这次也为了捐血活动准备了养生的鸡蛋，然后希望为缺血的民众们做一份心力。长寿狮子会、快乐发廊等一起合作举办捐血活动，鼓励大家踊跃捐血，发挥博爱精神，达到帮助患者用血不予匮乏，散播满满的祝福，快乐加倍。记者詹怡勋综合报道。